布林国 organic 就是有机绿化的一个计划，这个是美国山区学院和工科与博学院已经合作4年，已经合作，那我们一起做这个工作。雷泽拉大呢，去年已经做了Phase One and Phase Two 已经做了2次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有很好的组织，每一个村呢有负责人，还有喇嘛也参加。我们种的时候呢，每年都一个3天，大家所有的学校都放假，学生都喇嘛都去种，种树，还有种草。现在我们那个地方不同，有些低的地方呢，大约有包一个草长出来这么高的，有花的，也有营养的，也可以浇水，能够做到可以隔2次的，这个也种。那个长不出来的话，那现在我们也想办法有一个美国山区学院在，他们也做一个电话，一个东部做一个草。西藏的那个草是在西藏有一个高山，叫做西夏邦妈山，那一地区有一个草，那个又开始种，他也想办法我们要进到那个是也是种那些地方。那现在我就是也不是现在我的一个新的计划，就是哪里可以水源，那把它开起来，把它灌溉水，放到哪里都。甚至冬天都可以拉上去，然后就把它全部变成一个这些空地呢，把冻了嘛结冻，都可以，那就春天的时候把它化的时候就什么都可以长出来，它不是种一种树啊什么东西，那就让它长什么东西那个地方。草各种小小的树啊草啊，所以这个呢不只是地的保护、湖的保持，然后还有这个空气的，还有这些草虫鸟类各种都有利益嘛，所以嘛这个没有太多的，就是能够灌到什么地方，但现在也比较容易，那边老大也有，一共有200多个这个挖土机，有4轮的，它可以。现在很快就可以，水渠挖出来，然后灌溉，所以这是一个做我们，当然我们有工作也有这个重点了，重点就是一个是种草种树的有2个，我就重点一个目的，一个就是西柏通这个我看这个台湾可能看那个网站的时候。海属于大海的海，老树的树，一啊，它是海属于，然后它有很多这个小小，这个是西藏地区高山地区，12英尺高，2万2000 feet，12,000 feet，12,000 feet，12,000到5,000这个地方。它在河边的2边都有，但大陆叫做沙棘，也有种，现在青海地区也有种。现在这个世界上很有经济价值，这个呢它有Omega-6, 7, 8好几种 Omega。其实 Omega 是只有这个动物才有嘛，它这是一个唯一的。那现在有世界上有做这个，从这个厂子已经有创做出200多个。商品有做，那个油也很贵了，我们也现在我有一个计划在，先做一个这个叶子的茶。其实这个西藏的这个医疗茶，它也是一个药材。第二个呢，我们在比较很高的地方呢，又有一个树，那这个呢，假如下大雪的话。这些动物都可以吃，可以活的，不然的话，很多前几年很多20多万就死去很多动物。所以为了这些呢，做这些东西，大地区，
那现在呢，这个国务令国务院呢，我们要扩大，我们这个签约这个美国设计学院以后呢，要有 office， 一定要跟他有，我们有很多条件，然后呢，我就过年以后呢，还有 office 的就定了，对，然后那个 office 里面呢，有一个人啊，印度在马来西亚 Steven， 他是一个学 PhD 环保的，在英国读书，然后他到那里去做比较大的。山区学院呢，希望能有这个国民国和跟那个不是那么很普遍的口号了，他们要大一点的，要愿意做，这样一来呢，我们也准备要在纽约还有华盛顿两个地方组织一个演讲，国民国啊，新就安乐新在我们共同美国山区一起做。艾斯库巴，他是有一个技术人员，做了蒙珠，他在老大一，他也已经做将近二十多年，所以呢，他在那个创造了一个新的那个艾斯库巴，去年就他做了一个两层的一个水管分到两层高嘛，然后慢慢把水开起来。然后就水出来了以后，十二月、一月、三月、二月这三个最难的事情了，结冰了嘛，水出来了，结冰就变成一个很长长的一个斯图巴一样，所以它叫冰塔，因为那很多有宝塔嘛，所以它的那个所以叫做冰塔。那现在那艾斯图巴啊，然后它。我也不认识他，我在那个第二次国务令国的 Face 时候，他就打电话，那明天就是后天就是5月1号，我有一个，因为我听说你是有做这些有机绿化方面的兴趣，那我就找你能不能到我那个开关那个第一次他们实验已经成功了，5月1号他开关，你能不能到来？然后说我可以，我去，在。I have been engaged here at the school Green Go Again project starting this year. So one of our projects, one important one project that is in Pian village here because of the shortage of water. And since 20 years, I always thinking they have a nice water, but the wasting in the winter time, they go to the Indus River. So I thinking always they have made some dam, but it's very difficult. So I visited there, so this is a very excited one project. So that I said immediately I'm going to take this project. So now I'm very happy to make this project in Pian Monastery. You can see that half of Pian down is desert. From widely we're thinking this not only benefit in Pian, not only Ladakh, where they have shortage water and where they have winter. This season, they can use this all this ice. So I very confident this will be very success. All the donor, this money won't be waste. This will be benefit to all the world. This is a project. 利益更多的一些，我们这个生命。所以为了我呢，现在已经做了九宫格局在将近四十多年，那很多人不去已经30多年，他们学习完现在的工作岗位呢，也不一定我在那边这个地方。那我想呢，下个20年的计划，我就弄一个啊，很好的运用上。这2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吧。没有到我80岁以前，说能够多跑一点，因为我也跑很多，所以有不同的关系了。这样一来呢，把一方面，我这个五年里面呢，这个社会国那个地方，亚洲的佛教徒在一起。
在那边几年多一个做一个法会的形式，他中间呢也有研讨各种交流啊，有这样一个举办。在五一以后呢，那我就把其他教会一起共同做一个活动了。那我觉得这个佛教徒的五一可以定在这个圣明国的，那其他教会呢我们在哪里做还是看看它的发展。那现在那个呢，先我们这个地是要我们做比较大的，应该要一个法律上这些做程序一定要得完整，所以我们要先一个买这个地，地也是买在我们基金会的名字上。但是这个运作呢，我们不可能在比如说与佛学院这样的运作，它是一个国际的形式的活动，应该国际的专业的人来参加才能。到那个呢，我现在这个寺庙形式是寺庙是从33.3公尺，就是一百英尺把一百英尺盘成一样。它从这个形状呢，外面形状是三层了，本来上三层，那最后现在上面一层是方块形的，然后上面是一个比较高，印度这个三千四百一样，也画那个好像是像。所以这个外面是日本式的，你像这古式这些都是日本式的，里面是藏式的。那绘画的这些都是我从湖南来请来画的，所以这是我的建议。然后中间呢有一个，下面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是从路经现在已经做到3.2在那块做。然后周围有阿大菩萨，是印度式的站起来的，这么一个路径呢已经有了。上面有一个水晶球，那里面可以其他不同的教会，这些方面都已经有了。然后那个大殿已经有光色已经有了，那现在呢两边都有三层。三层的些一个二七护法，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些，下面呢我们住的几个地方，下面呢展览的，还有那有些人住的地方了，所以这两面一共有400万美金的计划了，所以这个呢我就计划就是要完成2017年以前完成，那起码要这个大殿一定要完成的。那这个已经大殿已经前已经有了，那能够做的话，全部做完就更好了。那就2001年为什么呢？那我们的主席今天孙悟空涅槃，800年了。所以80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把这个消费国的那个大殿开光。第一天，第二天呢，我们把主席今天送出的800年的庆祝活动做，然后再继续5天做这个社会国的这个法会在一起做。这样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自己呢做我一生里最大的一个庆祝活动要做。慈悲的心很重要，这个世界各地需要一个安定的解除心里的这些仇恨，这是很需要。所以需要一个爱心，爱心是怎样需要呢？那是我们要我们慈悲的心，要发展这个慈悲的心，这是很需要的。慈悲心是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人需要，动物也需要，我们的社会需要，我们世界所需要。所以我们把心里面把很好的慈悲的心很好的发扬出来的话，才能够可能我们心里面解决这些苦，或者是我们
深刻的心情，世界上的这些可以只有慈悲的心情才可以消除。所以呢，我希望呢，每个人对慈悲的很好的修出来，以上这个慈悲心来解除世界的痛苦、平安。那祝这个新年呢，大家都快乐、美满的生活。